品手冰啊。哎，纸皮在哪里啊？纸皮，拜拜拜拜。香港人呢，跟台湾人最大的分别就是香港人个性比较急，所以呢，我们做外卖店的同事呢，都挺辛苦的，有时候客人会催啊，司机也会催啊，就是生活节奏是比较快的，什么事情都很急，手扶梯也比较快啊，然后我老公也是走路非常快，我就是比较不习惯的就是这件事情。